上书电视台的观众朋友，真欢喜你收看素食主义高雅的生活方式。咱今日特别来到福尔摩沙爱家宜兰生活店，来请教煮素食有二十几年经验的那宗菩萨。来，跟我行。那宗菩萨，你好。你好。你今日一定要甲我教好食又够健康的料理哦。无问题，看我的。今日要教大家三道菜是白果啊炒淮山、杏鲍小卷以及锅渣。首先要教大家的是白果啊炒淮山。食材有淮山、白果啊、芦笋、百合、红椒、姜、调味料、盐、蔬果粉、太白粉、高汤，咱直接来切这个食材。淮山，淮山是爱用迄落花刀来切较碎。这淮山是日本的。日本的，日本的是蟹肉来炒，啊，台湾的是蟹肉的滚汤。吼、哦，啊，食淮山嘛是够味啦，吼、哦。哎、欸，对。啊，伊这熟下头，咱的胃壁较高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哦，好。哎、欸，啊！你这淮山未乌色，未变乌吗？未。第二个来切的是那个芦笋。哦，中埔菜，你今仔这芦笋真水哦！吼、哦，咱台湾的较细颗啦。啊、台湾的就是都细颗，就切长形的，就免破片。啊，这个大颗爱切破片。哦，安尼我会记哩啊。芦笋顶个有一个朴树吼，伊、有迄个实验，芦笋维生素 A 真济。啊，嘛会当利水，啊，这对爱水的女性吼、哦、来食减肥是真好的哦。对对对，所以咱换来切了落红椒，红椒咱落去给它切了落，小斜斜的较水。过来切姜，这姜是欠芳尔，吼，总菩萨。欠芳对。百合这，这免阁切啦，处理哈。拄头啊，等下洗清气了，给泡水就好。哦，安尼就会使啊嘛。泡水伊就较会，就较会较切。再来白果啊。请教一下，你这白果啊是罐头还是店有帮我遐买？罐头的。罐头会较好处理啦，吼，拢免处理，敢是？是，咱电来就讲，伊就爱炖水就好。啊，那就，即摆所有的处理好的菜拢伫遮。首先，咱先一桶水来甲遮物件给烫过。吼。啊，咱拄头爱放一个一点点的盐。嗯。吼。啊，搁啥？啊，甲油落，安尼杀起来较袂。较脆脆。嘿，较脆脆，较袂乌乌，安尼就对了。啊，你要处理这食材是够爱先处理倒一项？白果啊，首先先白果啊先落，因为迄较大粒较歹杀，咱先着杀，杀加杀一捆啊，对，因为血一定爱大捆才袂黄吼。哦吼，无怪恁炒起来迄落拢较清脆，才水。哇，即摆已经大捆了吼。哦吼。啊，这杀到什么程度？杀大捆起来，伊就咱落拄了落吼，啊袂。啊，未出现，甲伊又出现大棍了，啊，都拢会使啊，拢白会使就对啦，吼。啊，白果啊，你嘛是上重要，嘛是莫杀生熟的，因为迄营养分落去，哦，我捌听人讲淮山嘛是莫炒甲生熟啊，吼，无迄度拢无啥营养啊，吼。好，咱即马差不多啊，吼，已经炖熟啊，吼。安尼就可以了。可以。哦，有影有水就对了，这色水有影吼。是哦。好。对。营养够味嘞。有。好。好。哦，咱即马炖好啊，咱是会使开始来动鼎。首先呢，爱先开火的吼，放一点点啊油吼。嗯。
小可有热嘞。咱用姜欠芳吼，姜免伤济啦吼，嘿，免免伤济，欠无芳了。嘿，咱伫欠芳的时，是毋是袂使伤大火？无迄姜的迄落臭味大。嘿，是是，用中火就好吼。哦，中火就好吼，好，嗯。哦，伊即摆已经芳啊，咱同啊开始炒咯。炒几下了吼，开始会调味料，盐、胡椒啊吼。嗯。调味料，这砂锅粉，一克，加落去咧。我这个高汤，下水买晒啦，然后高汤下水买晒啦吼，嘿。拿一罐已经入味啊吼，啊，咱开始来拿一点仔太白粉，太白粉水一比三，哦，一比三就对啦，咱就袂伤加。啊，咱看这太白粉这有啥物意义啊无？伊的好处就是小啊吸袂着了食材啊，较咸正食较会滋味。哦，啊，做讲麦看嘛无要紧啦，吼，因为淮山本身都有黏黏嘛，吼。好，安尼就。哦，中埔山这道看起来有影真好食哦，佫真健康哦。是哦。嗯。爱水的女性应该爱加食寡。是是是。第二路好食，搁配萝卜的杏鲍小卷。啊，爱准备什么食材呢？材料有杏鲍菇、素火腿、芹菜，啊，落盐水、姜、辣椒、高赞塔。调味有乌醋、起阿汁、素蚝油、糖、果糖。中埔山，请教一下，啊，你这起头是要创啥？起头甲小等下要来创迄落小卷啊。哦，爱甲卷哦，规卷就对了。对对对。首先，我先来遐一桶水来，来，我即马来切吼。嗯。切片。切片。嘿。这切到到外部拢无要紧啦。嘿，对对对，啊，最主要是爱卷起来完整。好。啊，即马咱为着要较水吼，咱来加捏一点仔小啊花纹。所以咱这个等水滚，咱就通来给烫一下吼。这是爱撒到外烂？撒好稍微软就会撒，因为硬硬咱歹包。啊，这免放盐吗？免。免哦。哦。诶，杏鲍菇真营养哦。哦。中埔菜是不是？足营养。哦，伊这咱即摆现代人健康拢食高丽，拢食真济。嗯。吼。啊，伊这杏鲍菇氨基酸嘛真济嘛，吼。诶，是哦。对人体拢真好。嗯。尤其是对老人搁较好。对。嗯。哇，你安尼个切的，伊个纹路就出来，足水个。哦，花纹啦。嘿。这水滚就差不多软啊。水滚就好啊，哈，好。啊，即马我甲放个遮好冷一下，等下吼，等下再来用，好。好。切这花腿丝。要来滚这个杏鲍菇，啊，这个姜甲这火腿是不是爱白长？差不多，差不多啦，吼，哦，足准的吼，足准的，足准的，嗯，啊，咱准备启动就是拄要准备的启动就是来，即卖要来称吼，就是要来甲卷就对，对，嗯。啊，这道火腿一块一条，姜一条，吼吼。啊，即摆啊，个豆饼安尼就对。哦，安个炒着，哦吼，安就真水啊，吼。嗯。诶，中埔山啊，这哪用八种菇敢袂使？
嘛是会使，这个杏鲍菇的口感较好，较好，较脆就对了。对。哦，你来讲鲍鱼菇就较嫩啦。哦。安都，咱今麦过来换切这个芹菜，芹菜哈，嘿，这个泡嫩了，泡片较好切丝啦，哈，切寸就会使嘞，哈，啊，切寸就会使，哦，啊，银笋啊嘛是爱甲切，切寸一下嘛，同款哈，啊，放到到砖头做伙，哦，等下含到砖头做一伙做咯，再刷嘞换，啊，迄个辣椒。辣椒敢爱甲内底籽摕掉，摕起来较袂啊，较袂遐香。嘿，咱就要色味要水起来。要加少就对啦，唔是要香啦吼。拢爱切白肠吼，中埔菜拢爱切白肠。来。即摆咱这食材吼，拢准备好啊，切好啊，啊刷落来要哪创？刷落来，咱来起一鼎油鼎。有这个咱杏鲍小卷，啊，这温度油温差不多爱偌高？超160-170中间，就是等下吼，伊油后节来讲，稍微有声，啊，是讲咱菜油啊，给下一个落。哦，啊，你唔弄一个环试看嘛？你个环看卖一个，嘿，好，安尼就会使，水浮起来，啊，佮边啊有泡，安尼就会使啦，吼。哦，好好好好，啊，咱这都唔免抓骨抓什么花啊啦吼，直接来铺就好，要抓买晒。要健康来讲，免抓粉买晒。哦，无你要抓太白粉买晒。哎，对对对。哦，免抓买晒。哎，对对。哎。啊，这安尼爱铺吼，铺到什么程度？铺到稍微金黄色起来，伊口感才会出来。那咱咧砂锅过来煎嘛，较无水啦，较无水分，哦，煮的时嘛较安全。嗯。哦，这个有哪拉的？对啦，爱穿个好。惊个会落去。惊个落去，等下炒的时候会落去吼。啊，所以食的时要较注意啦。对。好啊，你看浮起来特别好啊！像这个色水就会使，小可金黄金黄安尼啦，哈。哎，总部仔，这浮甲伤大嘛是拢无水分啦。对啊。嘛无迄个口感，所以安尼就可以啦，哈。对。哎，咱即马拿个锅起来吼，安尼个油给倒起来。希望对赛开始来个炒，开始炒哈，好，爱欠芳，欠芳，因为咱无过下油嘞，因为拄只鼎底内底本身也有油哈，啊，所以姜即马先落，姜加辣椒，嘿，哦，即马炒这个较热火哦，嘿，爱热火，咱即马来调味，好，糖一点点啊，哈，糖一丝啊就好啦，这客家布。哎，加加布嘞，要色味较水的。这无什么作用啦，就是色水较水者。啊，这嘛这绍兴蚝油。蚝油。这是初时爱买起来时再来下，再变蒸起，后头同尾啊再烫吼，再烫。来放一下高汤。哦，高汤爱甲放一下，较袂臭味大啦吼。所以哦，点仔水，咸汫食较少，咱配较落饭。吸收安尼较好配落饭。好，咱已经好，咱来放乌醋，乌醋最后再放乌醋吼。这是第二道菜，杏鲍小卷，
有够香哦！顶过的观众，明仔请继续跟咱斗阵，跟拿葱泡菜学习安那来制作Gao-zha。素食主义高雅的生活方式，阿便再会。接下来，武雄书电视台要播出《书读之间》节目，愿恁在喜乐当中开始新的一礼拜。欢迎参考这食谱，也欢迎恁到福尔摩沙台湾宜兰的新果店品尝美味的专属料理，请到 lovingheart.com 查询恁附近的爱家分店。For more details, please visit www.suprememastertv.com/VEG.